宝哥，你干嘛呢？上火了。为什么上火呀？因为你长得黑嘛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黑呀？因为我就不想白活一辈子了。服务员，点菜。你好，先生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先别高兴太早啊。老公，我先放到洗手间啊。好。别的不点了，来两个牛排行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还没有。那来两份羊排。好。羊排也没有了。你啥都没有了还吃啥呀？媳妇儿走。不好意思先生，你媳妇儿也没有了。媳妇儿真有吗？媳妇儿啊，